艺术就是用想象力改造世界的一种力量。异想世界每周邀请艺术家剖析你所不知道的内心世界。有一个舞者就说，我每天流的汗如果堆积起来一定比中央山脉还要高。艺术家是爱哭的，强忍住泪水咽了一口气，然后跟他说，你是说导演很久没有漂亮了吗？艺术家是爱唱歌的，今天哪会松松快快不管什么事情。艺术就是从 土地当中得到了感动，然后转化成作品。每周一至五下午5点半晚上10点半， UDN TV 异想世界，一起进入艺术的世界。